生活迷思大对决，医师为了变白超疯狂。妈妈生老大的时候就很狂喝牛奶，还有一些生洋葱。结果我大姐生出来真的是很白皙。我之前还想说喝牛奶会白，然后会不会一边喝牛奶一边泡牛奶浴会更白？我就这样把牛奶往身上倒哎。我有一阵子喝牛奶就是一直拉肚子，后来就有点惨白。好像有点像虚脱了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